南希，我是台南市文化局的那个街头艺人，然后呢，为大家带来一首台语歌曲，好吗？好，江蕙的七老八十，对。那希望大家能在这欢乐的气氛里面呢，相聚到七老八十，欢唱到七老八十。好的，谢谢你们今天来。Thank you.
接下来要交还一点比例。哦，下还有啊、哦？还有吗？都可以啊。对啊，还有啊，哪可能？街头艺人就一首不行，至少是。也许你有没有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喜欢看什么？海里来的沙，海里来的沙，好，海里来的沙，好。别唱了，海里来的沙。那要干什么？哎，我这有呢。台湾找一首歌。谢谢。